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14号将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举行。据悉，各国领导人将会继续丰富议题展开讨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之下，峰会也将成为推动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新里程碑。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张明表示，本次峰会将是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自2020年疫情以来首次面对面讨论问题。本次峰会呢，也将发表萨马尔罕宣言，将会全面的阐述上合组织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等等一系列方面的问题的立场。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每5年会有一个执行计划，领导人呢也将会讨论制定2023年到2027年的执行计划。张明透露，成员国领导人将就安全、金融、人文交流等多领域丰富议题展开探讨，各方还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能源及粮食安全等新挑战。对于扩员问题，张明表示，目前有不止10国希望加入上合组织或提升组织内法律地位。伊朗方面已经达成了一个这个关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履行义务的备忘录，这份草案呢将会提交萨马尔罕峰会讨论。那么一旦通过呢，伊朗方面将按照这份备忘录的要求履行其中规定的各项义务，完成之后将会正式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据介绍，白俄罗斯也已正式提交申请，希望成为正式成员。上合组织现正讨论白俄有关申请。张明重申，上合组织秉持开放原则，欢迎任何认同上海精神、遵守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国家加入。站在新起点，上合组织将继续继承上海精神，谋求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